哎呦，怎么了又？穿糊涂是吧？你自己说要跟我结婚，哎，你又来？我带你去见我爸妈，你自己说你推脱几次了？我，你能正面回应我吗？我不还没准备好吗？准备准备。有些女孩需要车跟房能结婚，有些女孩只需要爱就能结婚。你现在车跟房都有，你跟我说你准备什么？你跟我说你还需要准备什么？我给你准备。你别逼我行不行啊？那如果我说如果，那有一天我房子车子都没了，你还会跟我吗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你房跟车都没有的时候。别人都不爱找借口。其实自己最近事业上出了点大问题，但我不想让他担心，就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。周华，你上来说吧。你跟林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别问了，哎，公司怎么着了？林姐要起诉你，明天下午股东大会，你所代持的股份都要还回去。行，我知道。哎。你就跟他道个歉不行吗？我跟他就不是道歉能解决的事儿。周怀，你急什么？你三年所得到这些你都不要了吗？就因为你跟你姐的矛盾。明天下午股东大会你去行不行？安全带我送你回家了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，更别说去见他爸了，所以我逃避，我沉默，我当哑巴。你画这幅画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怎么把你骗，追到手，追到手嘛，顺便再搞定你爸，追到手，是追到手，没有，现在不是这个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爸现在不同意，怎么着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什么办法？我想这么大白活的吗？我爸我两个月了，他干的，他负责。我今晚回去搞定我爸，你明天能来我家吗？那如果搞不定呢？我搞得定。正好我再问你一句，能不能去？我当然能。我说的不是将来，是现在。明天我能不能在我家见到你？我。